OK， 我们呢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斗呢是一个满载的状态哈，然后看一下它的这根液压油缸能不能把这一斗土完美的给它卸掉，然后这一斗土的重量呢大概在60斤左右啊，然后来准备启动，给它倒到一个卸土的位置啊。好，准备来启动，一定要慢啊，因为车身过于太长，拉的土太多，防止车身倾斜导致翻车。我们来往前走一点啊，因为车身太长了，我怕它翻掉啊，稍微有点不平它就会翻车的，一定要注意。起的话是很轻松的啊，继续骑，继续，完美，非常完美的卸掉了啊！哇，漂亮！好，回斗。这个力气的话，顶个100斤应该没有问题的啊。